但现时咧最大嘅大陆嘅电脑公司型阿里巴巴啦，咁其实咧阿里巴巴咧系即系网上思路嘅最主要间公司嚟嘅吓，咁所以有阵时咧呢、這个网上思路咧其实可能已经咧做到晒你想做嘢，未必一定咧。需要咧一大路嘅，咁所以话咧，如果系有多重云端呢样嘢咧，其实可能最有可能就阿里巴巴咧会同其他大陆电脑公司合并，而咧所有大陆电脑公司就会同世界其他电脑公司合并，咁呢个就系多重云端嘅电脑公司嘅自极啦。